随着时间，天空从来变成黑，时间也让争吵无限放，但连爱情都变不见，包容的指数也锐减，谈判频繁的破裂，像我锁了几个安静夜晚的我也终于该不亏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谢平跳跳，还有 Irene， Irene 公主。我们现在人在台中，我们现在来台中要吃生鱼片啦，期待了很久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呢特别锁定了一家叫做信寿司。是信寿司吗？不是信冰味吗？信寿司冰味吗？哦，信寿司冰味。然后他在台中，我翻阅了很多他相关的文章啊，包含 Instagram 啊，然后还有他的一些餐点的介绍，总之呢 ，CP 值就是高。好，好，那现在吃了才知道。吃了才知道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特别想要说，想说来台中，然后我们要吃一个鲜的、生的东西的时候，特别就是新的吗？查到了这一间。嗯。好，信冰味，那就 check it out， 我们走过去。所以它有小菜，有对角，对角完美食。好，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辣吗？我还在对，尊重一下我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点的什么。我们今天总共吃的，先跟大家讲是1510，刚刚大家有看到。然后呢，我们点了一个特上圣和洞洞，它是360元。然后甜虾蟹膏握寿司两罐是130，这便宜。130在外面是一罐寿司的价钱，然后炙烧比目鱼握寿司是3罐180，这个我比较没有意见。然后海胆握寿司2罐200，超便宜的，我们在台北吃大概是一罐200。好，再来是圣和切切，就是圣和生鱼片，综合生鱼片，它是280。看啥碟子？对，鲑鱼肚大腹握寿司是60块一罐。对，这是我个人。对，我个人私心想要吃吃看。然后海胆干贝烧是260。哦，这我好期待。对，但我记得菜单上是写2罐，但它的明细上是没有写的。鲜鱼味噌汤40元，然后总共是1510元。大家可以看这么多东西，1510，真的蛮便宜的。所以再来就是只要它好吃就过关了。对，好吃就满分了。满分了，满分了。好，等待餐点上桌，这个样。它会不会赢冷春？哎呦，要比较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东西都已经陆续上桌了。刚那个一杯的那个是生鱼片，然后我们的食物已经陆续要上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开吃。炙烧的比目鱼3罐看起来超级好吃，看起来极赞，极赞。然后上面还有放虾软，想想汤味道如何？好喝。调酱，调酱。但因为汤在有一些店家，它可能会是正品。哦，它这是要点的。对，他这个是要，他可以续。哦，他这个可以续吗？哦，那好像还 OK。然后我现在要来开心的吃我的比目鱼了，好不好？我也要。哎，来。我觉得这个可以直接刻。我也觉得不用删。好呀。哦，好好吃哦。我以为我回到了村，他们的饭比较黏一点，比较黏，饭比较黏。哎，好吃，确实好吃。它有沾酱，然后也有比目鱼，然后上面还有葱。它本身味道已经很足了。嗯。它本身就算是味道很丰富的东西啊。炙烧。对，我们现在吃生鱼片。它的芥末好可爱。它芥末是一朵花，然后到处塞。然后刚刚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一杯啦，好不好？对。这一杯，哎，相比较很大杯。每一块生鱼片要注意厚度，好不好？这个厚度，哎，很厚哎。这个厚度很屌。
我觉得这有点就是类似我们有一次去吃一个，就是超级金鱼，哦，那个真的是真的会怕哎，这吃到会怕，真的很大块。没有办法一口吃，就突然觉得自己是野蛮人。你那时候说的很好笑，在吃生肉，但觉得自己很像原始人，然后大口的吃鱼肉那种感觉。哦，有感觉是一样的，要分口，但还蛮好吃的，带软的那个鱼也是很大片，但比较薄一点，这个比较好入口。赞，它这个黄色的都是软，黄色的部分都是软。那我来拍一下，另外刚上的两刀给大家看。烧类的我就先吃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它是有点像散寿司这样，就整片的寿司这样拿起来，干贝，哇靠！然后海胆，然后旁边呢，另外一侧呢都是寻味棒，然后上面好像还有嫩姜，是姜吗？不是，哦，那就好。哎、欸，怎样？要沾吗？好，要沾芥末吗？不用。你怎么塞的？就整口啊，口感很丰富。它口感真的很丰富，我觉得很赞，很创意料理。但是我觉得有点太多了，对，就没有办法一口一口去品尝它的感觉，就是大口塞进去的感觉。好，然后我们的海胆握寿司也来了，我拍给大家看。就直接海胆就吃起来了啦。小黄瓜先给它剥掉。来了，小黄瓜我也不喜欢，影响口味。我只需要纯的海胆，它上面还有一些鲑鱼卵。对，影响了。一口。怎样？它海胆没有腥，很亲民的海胆，不止价钱亲民，它的味道也蛮亲民的。一点腥味都没有，我觉得对海胆来讲，如果说你想要尝试海胆，但是你会一直觉得海胆的味道太重，他们的海胆我觉得还不错，它有稍微做调味啦，所以它的腥味确实是真的不重，所以我觉得不错，蛮喜欢的。那你的感觉会不会觉得它不够刺激，有点可惜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它有味道，嗯，有那个像是我们之前在虾皮自己买的那一种，真的吗？嗯，所以你觉得是不好的？OK， 小厨娘有吃醋端，我没吃醋啊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然后我们的冻饭其实同步的也上来了，还有一个甜虾蟹膏，完蛋，我真的完蛋。而且我看到我这个，看到我这一颗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吃。我有说生鱼片吃多了我会怕。Irene 是爱吃海鲜的吗？爱，废话，超爱，爱爆。就是超过一个量会，我就觉得，但这个很有观赏价值。然后我现在要来吃这个鲑鱼肚，素食夸张。这个是它旁边有一个小白板，上面写 number one。但我觉得如果点这个，其实就不用点这一道了。对，其实就不用了。我用的北部思维来点，没错，这间店的料理是错的，好不好？差不多可以来拍给大家看了。然后刚来的是甜虾蟹膏，我们来开动啦。然后我们的冻饭真的是有够大一碗，蟹膏甜虾，来吧，我再弄一点芥末。好，金牌，好好，谢谢。好，金牌是借我们拍完照可以，他们就要拿去用了。其实有点愚蠢，这个苦味。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甜虾的尾巴都在上面，所以就是它是好几只，如果是几只就算了。对，它好几只这样。有看吗？它在做什么？没有，我等一下也会这样啊。
谁想吃这样啊？这个味道超级重。嗯，哦，很好吃。我喜欢这个蟹膏，不错。蟹膏很重，很重。这个蟹膏味真香哎，而且味真香，真香，真香。哎呦，哎，这个虾头饭，哦，有虾头饭哦。好啊，拿去，让它掉出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你最爱的。好，最爱的虾头饭，那就给我了。我觉得它的饭的量，它其实浅度这样。哦，它很浅的。哦，这样。我看看，哦，它是有点像盘子这样的。其实它架高的，它是其实有点像。它是装饰啊。这个装饰 OK 了 ，OK 了，好了，那这样我比较放心了一点 ，OK 吧？好，这样我放心了一点。来，蟹膏饭哦，这个颜色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蟹膏，香的。最爱的东西。但是他芥末也太多，他就觉得我多需要芥末。好，等一下，然后另外一面有蟹膏，好，这样可以，有看到就好。有看到就好，你知道被骗芝麻？被骗芝麻。好了，我觉得里面很想吃。没关系啊，哦，好了好了。刚刚怎样吗？没关系，好了好了。那我想要这个鳗鱼，拿去。这个是新鳗鱼来了，哎呦，我们基本上现在就是把它当成生鱼片在吃。这是生的吗？好像生的，我这个应该是生的吧。很好吃哎，新鳗，脆脆的。哦，鳗鱼好吃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这边座位算比较窄一点，真的是拍不到东西。尽量，我就看到人呢。啊，我就所有都拿着吃嘛。可以这样算起来的话，如果一个人点一个冻饭，了不起就两个人吃起来差不多1000块，还是很扯。就一定会吃到饱啊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吃。吃完先，所以做个总结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吃的感想，就这样。然后接下来吃完出来，好，我觉得有一些感想要跟大家分享啊，就是第一个，它的东西真的很便宜，我必须要讲，真的很便宜，就是以我们台北人的吃法，那就是我们北部物价的吃法，它太多，它多了，完全是多点了一整样菜。然后呢，再来第二个就是海胆的系列，小厨娘不太喜欢。对啊，我觉得它吃起来。不知道你没有感觉，它药水味很重。这个呢，我觉得我当然我一定站在你这边，因为其实我有在 IG 上面看到一些其他人的感想，也都是觉得海胆好像没有那么厉害。哦。但是因为我很爱吃海胆，所以我忽略了它。这就是反映在价格上。对啊。它为什么能够两罐200块？啊，为什么人家一罐240？那另外有吃到一个什么蟹膏甜虾，好像还不错哈。那个还不错，那个蟹膏还蛮。但它那个蟹膏就比较偏向那种罐头蟹膏的味道，对，对，但是它就是会比较腥。但是我觉得，可它可能有调味，然后有搭配甜虾，所以那个腥味好像又没有那么的冲鼻。还有一道是那个干贝海胆，海胆烧寻味棒，那个你觉得怎么样？那个 no 太多了啊！哦，我这样会太过分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就是我们吃东西就是真实啊，就是我觉得这家店。它真的，如果你要来吃，你要点就是点生鱼片。我的生鱼片真的太多了，多到爆，真的是点爆哎！真的生鱼片是真的点爆了，它超厚，很厚。然后我就吃一块，我就已经就是解了我那个生鱼片的那个瘾。对。然后或者是冻饭类，我觉得冻饭类也是蛮可以点的。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吃一些一般日本料理中比较高单价的东西，没那么推荐。好，那小厨娘，你想要给它几颗星呢？我给3颗星，3颗星是不是？好了，我觉得考虑到它的价格，如果说我今天整体的话，一个人出来吃饭，我不可能点那么多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都2罐2罐的，那我是不是点一个冻饭，300-400块，我可以吃得很满足？对，我就这一点来讲，我愿意给它3.5分。好，好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是谢比 Jetty 啦。小姑娘艾瑞公主，小厨娘艾瑞公主，然后我们都有 Instagram 哦，在这边，然后她也在这边，我们都有 Instagram， 记得去追踪我们。然后喜欢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就是给我们一点支持跟鼓励，我们持续的拍一些吃东西的影片给大家看。对，那么就感谢大家啦，谢谢。没有给几颗星，差点忘记，哎，电视剪在前面。